找这条春彩干什么？你还差一条高货，我立马没死了。对，一般的紫罗兰，它种水都是很粗的，没有那么好的种水，然后的话棉又多，然后又见光死，很丑的。像这么好的紫罗兰，这个级别真的堪称完美，毫无瑕疵。给大几万的预算哈？没有大几万预算啊？那有几万？只有八千。八千啊？这个三千就行了，都不用你八千。真的？你没开玩笑啊？是你先开玩笑的，你戴个头套出出气。说像放屁一样，真的，看能不能漏我一条。这么冰的料子，你跟我说三千，成本都是六七万了。哎呀，这些粉丝都是宝妈，其实都没什么钱，确实挺难的。关注我们那么久，真的好服务一下，漏一条嘛。所以说你戴个头套出出气了，三千都给你粉丝了。八千嘛，我没那么抠搜啊，三千。哎，八千好高哦。本钱六万了，怎么搞？可以的，发一条嘛，戴个头套出出气，放下。还有没有其他的？搞一条冰尊彩，搞不了，搞不了。你搞条冰尊彩八千，到市场钱。这份它的种水就特别好，它整块料子的话黑沙皮，然后这边是蓝水雾下来的话，它就会有清水底，它就很美嘛。然后它再飘一模一模的紫罗兰，做出来就是冰春彩，就像姐给的那个图片，它紫色浓，绿色淡。所以我现在看中的话，这个十九号位，包括主播们标的也是标五角星，也是这个位置。这个卖多少钱呢，奶帅？这个十八万。有那么贵吗？我还以为不够档次的，开玩笑，那么冰春彩呀、啊，老公啊，最低多少钱？十八万，没开你价，三千嘛。哎，你别捣乱了，太贵，真的不容易，这些粉丝都是宝妈。做这种镯子三千块工费都不够，你就便宜点嘛，这条十九号漏了，漏不了。这版呢？这版多少钱呢？这版这么大，三十万，别闹，这个。我的粉丝家里预算嘛，八千嘛。别闹，35万，这个35万真的。有没有冰春彩啊？然后预算八千的那种。没有，那就带。找不到啊，冰春彩八千去买，说话像放屁一样，怎么找呢？没找啊，都答应人家了，粉丝让你找条长得差不多的嘛。这价钱差那么多，然后手镯还长得差不多，你不是说话真的像放屁一样？你就找一下，这个粉丝天天看你找手镯，天天给你点赞，他自己本来不喜欢手镯的，看久了现在就纯属想让你找一条，预算可以加到一万，他实在加不了啦。我也不想让姐姐啊，真的，我找的都感冒了。真感冒了，鼻炎了，啥都犯了，痔疮也要顶出来了，还有哪个地方呢？这条就很像了，对不对？找半天真的找了整个平洲，那这条料子就好，就好在真的很完美。这边是绿的位置，这边是紫色的位置，它绿的位置很淡了、啊、一点点了、啊、看铁的那个图片啊，绿的位置也很淡，我觉得他就喜欢这种类型。那它的缺点在哪里？它缺点在于它没有缺点，它就贵，主要是这个我就怕谈不下来。老板卖我条手镯来。什么叫又来了？哎，给他个买来。这个卖多少钱呢？这条29800。29800。对，2980嘛。爸，不要看那么贵，你也知道我预算一直不高，每次都来捡你那种卖剩下的，你这种大整块石头我也没碰你的呀。过来的，你放到档口去也是慢慢卖啊。一万八行不行？3800嘛。5000块钱买不到这种货啦，你都听不懂。你想笑就笑。威哥啊，我知道这条确实没啥毛病，挺好的，还不跟你挑毛病，是吧？但这粉丝真的，宝妈真的没什么钱，真的不容易。你老要薅宝妈的钱，这不良心黑吗？是吧？就是在他预算7000块钱，不要走，去别家，卖我一条嘛，别家没你那么有实力，好不好？那也不行嘛，7000块钱买不了这种货。一万，都是八千，你要不八千给我啦，放我一条嘛。聊，一万给你了，不说了啊，就9000。加29200，不能加了。你是不是投出去的呀？又要找200加工费？9200，工费我再出。拿去，行吧。哎，真的是大老板，提货去。不少200加工啊，我答应了。少180，不说了。